思中三着你，天睏也睏袂去，想要甲你讲枕头。你免开嘴吼，我著看到你的老爹阿姨啊，较歹托你好无？卖我遐尼歹做人好无啦？阿爸母囡仔要赞成，讲互你开店啦，你著乖乖当厝顾囡仔啦。你是惊枵着许啦？你会知影呢？从规尾咱甲阿叔阿姨也是爱分开食啦。桌上因爱拜百年了哦，咱就无人通靠啦。啊，到时恁若是散甲无饭通食咧，你毋免笑想讲阿叔阿姨会分你一喙饭食啦。即卖社会是钱咧做人嘛。那这无钱，亲戚朋友就走甲无半个啦。阮阿爸就是一个例啦，所以我家己若是无较贤拍算，敢会用的哦？啊，你喺市场边仔间店面，毋是店金互人啊？你开去照阿爸讲的嘛，去开早餐店嘛。啊，透早的时阵我免甲你斗顾啊。咱就讲一定爱去迄哪边开迄便利商店啦。遐尼远，你厝里顾也袂着啊啦。敢无你真正二十四小时去顾你遐哟？你敢真正遐尼挑剔啦？恁阿爸讲要我开早餐店哦，迄是超工咧甲我创治的啦。我再讲，伊安尼做食安尼油通通，我食袂。我即摆要开这间店，我袂连提到一仙五仁啦。较毋免挨待哦，我店若是开落哦，我做若好就好啦。啊，我若是做无好，我干那互恁老母甲我累都累死。好啦，啊，你共拍迄间店，爱开偌济钱啊？人看我安尼教一个囡仔，还佫遮尔骨力，遮尔拍拼。伊讲吼，若是别人要甲伊拍吼，上无爱220万嘛。啊，若看吼，坐头200就好啊。啥？200万呢？我本来就是要甲你讲这个好消息啊。喂，200万的代志呢，你也敢甲应落哦？我是安怎唔敢？拍人的店来做我里边的呢。装潢啊，进货啦，拢唔免咱去操持。啊，若设备啊、货啊，逐项都超好食哦，拢唔免咱去操纵。等我若是客户刚拍好，我才查你来柜台哦。安尼坐咧等收钱。讲到遐尼简单哦，唔然爱咱有200万唔只会用的。等下你想着，我早都拍算好势啊。我既然要开这间店，我当然嘛爱知钱要为倒来。喂，就算讲你家货啊少着啊啦，嘛敢那30万尔咧。啊，后手够8-7万的呢，你是要抢票啦？我着够用抢的啊，我煞袂晓来共讨。啊，是谁够欠咱钱啊？啊，你袂记的啊？阿叔啊，够欠咱100万呢。啊，我即摆当然需要用钱啊，我打电话来甲伊讨，伊敢毋免还我？迄钱是阿爸要予天宝啊烧天买厝的呢，你哪会用共退啦？恁阿爸当初要甲这条钱摕去你台北给阿叔的时阵哦，我着打电话给阿叔啊。我甲伊讲，这条钱哦是我借伊的啦，我甲伊照银行利来算啦。话是你家己咧讲的啦，你叫是讲安尼就准算许啦。敢真正遐尼简单，天宝就甲钱寄转来。你也知影呢，天宝即马冒错呢，无比伊早一个人啦，万项代志家己会用做主啦。这条财神哦，敢免找雷军啊参详许啦。啊，雷军啊是好家人呢，伊讲有差个这100万哦，搁再讲伊遐尼明理啦，伊若是知影讲这条钱的代志。伊敢袂逼阿叔啊，随甲钱寄转来啊？好啦，就算讲哦，天宝甲100万寄转来啦，啊你敢无够？啊无够，你要甲我斗做无？你是莫阁想讲吼，要叫我甲阿爸开嘴啦？你免惊啦，我袂予你歹做人啦。听候我若是客户去甲人拍好，我才找你来做便头家啦。月玲啊，你是莫学着人爸安尼呢？去家己阿叔赚这钱？阮阿爸已经吃一摆羹啊，我敢唔知哦，我才无遐尼讲。慧玲啊，话阁讲得转来啦，其实你嘛买电工来开店啊。啊，当初时哦，你想着讲阿爸有天要100万，你心内你唔甘愿，而且你想空想办讲要做生意，用这做借口甲阿爸讨钱。即马天要也愿意甲钱摕转来啊，你就莫做店啊嘛。啊，我嘛袂甲阿爸讲啦，好不？你讲的这哦，我拢知影。啊！不过我这段时间哦，出去跟人对接，我才知影讲哦，我是生理卡上去请着阮阿爸。阮阿爸无法度东山再起，伊想要做遐事业，听候我若是赚着钱哦，
我一定拢要替伊完成。 天宝，因两个人也袂出来食早顿，明仔，你也叫者。好。小姐，头家，食早顿啊。下君，小等下我陪你来病院，反头哦，我才来公司上班。你昨下电话已经，所以讲无，你今日一定爱去哦，好。嗯，无啊，下君啊，啊我昨昏毋是讲要陪你去病院，啊你搁倒强讲啊，天宝也要陪你去，啊结果奈怎无去啊？ 天宝啊，啊，啊你敢遐无用啊？阿母，是我无想要去啦。嗯，怎啊呢？啊，你家己毋是才讲，讲你这个病情一定要照时间去检查去摕药啊，安尼病情才会当控制嘛。是啊，我嘛是安尼甲讲，叫顺头去病院问医生，人咧讲哦，美国手法新的医生哦，我都甲丽君来较医好呢。哦，安尼丽君啊，你去今仔哦，一定要叫天宝啊带你去。 你唔免遐尼无用啦，我会较意外都袂好啊，起码是加无彩工的啊。较会好较要紧啊，我着算讲搁较无用，我嘛爱保证陪你去啊，人一定着安尼讲啊，着变讲你会较有可能好起来嘛。啊，着明知影迄无结果，你想说一定要叫我去啦？丽君，啊你也无饲恁阿仔袂好啦，啊我甲阿母哦对恁遐尼也有信心，你想要要放弃啊？你有恁的想法，我嘛我会拍算啦。自我思想到即马。 整个夜生活，我已经足惯势啊！我已经无想要搁去改变我生活的方式啦。而且我即马嘛真完整，希望你会当尊重我的选择。丽君啊，你若遐无勇气徛徛，啊无你要一直坐轮椅，互天宝甲你杀一世人啊！你安尼哦，若是即波你家己，搁害天宝也拖累落来，你知无啊？你若惊我拖累，会晓离开我？丽君啊！ 你莫甲我客气啊，家来病，我有确定话，国清啊，国清啊讲哦，你的脚有可能会好起来，等到你试看卖嘛，吼。试看卖，啊，唔着无一定会好。我已经无想要搁抱着希望去，搁失望转来啊啦。总共一句啦，我无想要徛徛，我甘愿一世人坐轮椅啦。丽君啊，你莫安尼啊固执好无？既然我甲阿公讲到有嘴无路，无你甲我讲，你到底是咧惊啥？我惊我的脚啦，好，你着离开我啦。 阿妹啊，三哥已经放弃。哦，无啦，阿妹刚早顿食了，才入去。我食袂落。唔无啊，我看丽君叫予你了，足无安全感的。听伊安尼讲哦，你要叫伊去病院接受治疗，可能无遐简单啊。首先哦，一定爱先克服伊心内障碍。伊即马是坐轮椅，不比伊般人啊。你也加体谅伊寡。阿姑，我知影，我尽我力量去做。总一工，我一定予丽君伫我面头前徛起。 对你有信心。小妹，先生，先生，爸，我来采你啦，啊，萱萱，你笑过来哈。小等下啦，来阿姐。啥代志啊？啊，怪恁阿去倒？可能去哪边啦？哦，啊，唔着过去关紧店啊。 爸，我也加当过啦，搁我三工的时间哦，我绝对挡不了伊做店的啦。恁爸都挡伊袂牢，你挡伊会牢？爸，啊，你的意思毋着讲要互伊做就对啊啦。你无看伊的意志遐尼坚强，我咧想哦，悠哉去啦。啊，伊进前讲得要借一卡300万的花啊，啊，都要甲人开店。师弟啊，伊敢有甲你讲，伊要派间店是偌济钱？我听讲吼。 差不多要200万啦，我咧看是一定都要200万啦。啊，但花仔借也无成啊，你敢知影讲伊钱要对倒来？啊，伊就讲哦，伊家己要想办法啦。
我英啊，家己要想办法，伊一个两脚查某也无亲无情啦。啊，因老爸住伫个老人院，每个月都搁家己收费。啊，伊个朋友嘛，敢若一个阿叫阿娘，阿叫阿算股票算到即要断走路啦。啊，那伊是要安怎想办法？啊，原来敢会为了讲要开店个代志，啊欠钱哦，啊伊做迄个袂起钱个代志。啊，迄个钱我英啊，趁人袂起啦。若要趁着钱哦，都要十八九岁个幼气个查某囡仔才有法度。 你无听到咧讲讲迄幼气诶吼，都是秘书敢若一粒骹球咧。啊，是哪讲吼？又搁骹球，啊又搁幼气诶，什么关联啦？你若看人咧踢骹球吼，啊，迄粒球若练出来吼，后壁都对一二十个伫咧弱啊。弱假咧吼。阿爸，啊，若像我咧迄种有假囝诶。另外，英啊，秘书敢若一粒乒乓球。那讲我咧个秘书敢若乒乓球咧。啊，你两个球若开落去，甲好倒出去，啊，人都搁甲你好倒转来，啊，你如果好倒过啊。 拍过来，拍过去吼！得力呢！啊，像阮阿母这种的，孙子呢？恁老母哦，迄粒都袂输敢那躲避球嘞。我知影，球若牵过来吼，赶紧闪掉袂。啊，若无哦，叫牵到甲电话死的。得力呢！啊，像迄电视迄个阿好爷安尼嘞。电视迄个哦。哦。 那迄个哦，都秘书敢那一粒高尔夫球啦，高尔夫球，哦，滚得越远越好。欸、对哦，伊安生三个囝啦，啊，三个拢无爱饲啦，甲杀过来，杀过去啦，秘书敢那高尔夫球嘞。对，所以讲你放心啦，恁元英啊吼，无够鸡汤啊去趁迄落钱啦。啊是讲吼，迄时个红婿啊，啊恁元英啊吼，一定要开一间店。 你嘛会知影讲伊的钱是要对倒来对无？婆婆啦，啊，煞毋知影吼，顶阵我去台北啊，啊，天母啊，我五十万啦，啊，讲尾阮丈人收天的啦，啊，到尾阮丈人包去住喺老人院哩，啊，逐个月钱嘛拢你咧纳的啊，啊，我听啊吼，落去啊找吼，啊，甲迄钱退转来啦。后手嘛还佫欠百五万。啊，顶阵你无我十五万，哎呦，我应该怪去啦。 啊是讲安尼嘛，还佫欠一百三五万。啊，算唔知影，月亮啊，敲电话去台北互天宝啊。伊去甲天宝啊，钱哦。唔是镭个啦，伊讲哦，算甲天宝啊吼，退转来啦。吼，啊，毋着顶逝，我甲恁老母摕一百万去你台北互天宝啊收天买厝。啊，迄条钱，即摆是啊是，连伊都佫是转来月亮啊遮。啊，月亮就讲哦，伊含天宝啊两个人为约束啦，迄条钱哦，算月亮啊借互天宝啊啦。 啊，敢若甲算伊人哩尔呢？宋哥，借五不讲话好吗？ 拄啊好五百呢，恁爸拄啊伫遐行啊，都算啊。借问下吼，啊恁外英啊手头即摆即个一百六十五万，到底是啥个钱啊？爸，啊若要认真啊算起来吼，迄算你个钱啦。莫讲甲遐好听啦，若要认真啊甲算起来吼，迄算咱个钱啦。咱个钱哦，啊不过吼，即摆回啊借无成啦，我咧烦恼讲，啊尾手三十五万，毋知要倒生咧。 我有去问过，爸，啊你外口借钱，要月亮到收天哦。我去问店长要拍有月亮，迄个头家啦，人伊讲后手三十五万哦，要月亮来分期付款啦。啊，这毋来店开落了，生意好，啊，这有钱人好行人，啊，生意若歹，啊毋来歹几千块的债务。那我懂，我咧讲，这个代志天灾地灾，你知我知。 绝对千万唔通叫恁老母知哦，然后知影叫念死。啊，唔，我定要学坐落底哇。我出来啊！哦，爸，我要来查你啊！哦，好啦，啊，你著紧去紧转来。我查你。啊？啊，恁爸仔囝，你讲啥物话袂好听啊？啊，无啦，我著顶阵去查你哦，看到咱的金龟哦。
德胜的孤神啦，啊，我叫天山花落来施药啊。干嘛呢？啊，无药阁有安怎？啊，对啦。嗯。你拄只电话都要甲你讲，煞袂记的。你迄个亲戚阿成啊，啊，我去吼万年镜啊，跋一个受重伤呢。你是讲巴掌死落救人迄个阿成啊？嘿啊。侥幸哦，啊，才放假迄五囡仔，但是要安怎就好啦。我是想讲哦，你看有电话，卡一个电话去给伊啦。电话我无啦，是讲我才查伊的住址哦，啊，甲寄一寡钱落去给伊烧天啦。我是讲嘛真冤枉啦！啊，顶回伫巴掌溪的时阵在救人啊，迄水遐尼出流都不要紧。啊，即马吼讲万一个连镜都爱跋重伤，即马送病院呢。啊，我看伊这人是一定有福气啊！啊，但系水遐尼出流都流袂去啊，对无？希望讲即马看伊会好无？人伫讲吼，好人有好报啦，啊，这天公是疼好人啦。啊，即马新闻报甲安尼。这社会吼，好心的人嘛遐尼多啊，希望讲吼，大家会尽量甲斗相共啦。对啦。建兴，我著甲你交代讲有代志，电话总甲我讲就好啊。你叫我出来是要创啥？王老板，明明不做暗事，有啥物代志我直接问你。在阮公司拍无几个三十栋起啊。敢是你个人搞文章？建兴啊，哎，是啊，真枉费呢。枉费我伫咧栽培你，伫咧牵线你。我叫你去五间咧因公司上班，是要只个鱼钓大台。咱真正目的就是回收迄块地利用咧。我来去看迄三十栋起啊，莫讲三十栋啦，三百栋、三千栋，我都看不在眼内。哎，反倒转来，我才要问你咧。听讲你最近甲吴经理因家的人行到不止啊亲近，而且因老爸佫甲你当作讲你是伊的囝婿，有影无？我也安尼做，嘛是希望会当佮伊较亲近，互伊完全信任我，安尼我做代志较方便嘛。即摆天也无伊，我怀疑吴经理怀疑我。当暗时你退，暗时我退，你是咧烦恼啥的？我是主任咧，敢无责任了？这摆吴经理对台爸回来，虽然讲无要紧，无要追究啦，也不过照伊的个性，无这么简单就准煞啦。哎，无你拍算要安怎？把铁也找回来啊！这铁也若无找回来哦，我是无头路呢。啊？你烦恼你无头路，我正伫咧烦恼讲咱的计划无使着完成咧。小弟啊，小弟啊！来，阮家秘秘事事要通啥？这个，这弟有爹未？无爹啦，伊甲建兴出去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了啦。无可能啊！啊，拄则我去看到建兴含一个，甲一个走廊做伙着无？我着知哩，遮尔缘投，哪有可能无女朋友？我知伊是咧骗我，我来找伊。这个，甲一个查甫做伙啦。啊，猪包啦！我即个讲互煞好无啦？你工地遐尔侪查甫人，啊，伊甲查甫人出去有啥通好奇怪啦？猪包。啊，不过这查甫伊吼，哎，无你是实在人话啊？我无实在啦，无实在，你是搞咧紧张死啊啦！啊，我知，阮当是你最近甲恁嫌囝仔哦，门市班斗袂我啦，逐工咧啊冤家偌济，啊你搁起手甲拍，即卖想要家己去海口食番薯对无？安尼就对啦，赶紧离离的，较免甲恁多家带衰啦。错不进啊吼，奉劝你一句话。好马不出回头草，好男不走回头路啦。阮小弟啊，现在有很好的亲密的男朋友哦。哦，我嘛介绍恁两个熟识啊，你们两个握握手啊，你莫去破坏人的鸳鸯蝴蝶梦啦，听到无？正啊，今日苏建兴伊哦，做人真老实，做代志真认真，真拍拼。上重要的是哦，伊对阮小弟也是真疼惜，啊嘛真顾阮阿强啊。有一句话你捌听无？笑花连盆啦，阮全口罩拢叫滴唔着呢。我们的家庭很幸福美满啦，啊，亲像恁口罩，逐工咧乌乌亮亮冤家，冤到阮家厝尾，你敢要叫你掀掉咧？有包？
这个，你听我讲啦，苏杰那伊袂用日啦。阿雄，你好恶心哦！你用过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不能用？这个，这你有滴话啦，我有要紧代志要和你讲啦。啊，那真正这么要紧哦，规矩你即马甲我讲，我替你转达。袂讲啊，得去。好啦，等伊来啰嗦啦。就你啊，我话你讲咧，准到不？过来，怎啊？把人带入去。你是在安怎啦？啊，天生啊，就找着着代志要讲，你袂讲。这个笑话啦，来咱兜见如半波啦，啊，家己嘛唔知家己咧讲啥，笑咧神神秘秘咧。罗老仔，你不要发神经了啦，你要注重住爱住饱，住不住到啊？等伊。不要自杀哈！这个，到时出什么代志哦，你莫怪我啦，是你无我讲的哦，不是我无爱跟你讲的哦。死啦你！强啊！刚才来阮家给放掉你歪命哩！强啊！啊，你咪听看伊代志到底是要讲啥？啊，讲啥？我看哦，伊一定想要改嫌姜啊离言啦，啊，转来跟阮上帝啊美国想啦。即嘛全世界啦，拢知影我好意啊啦，但是嘛想要做我的囝婿，所以说有钱真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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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